是在这里跟帮你教你啊。哦，你呢以后多听我的话，我就给你挂一个牌子，那么你的钱就好赚了。这个牌子登机哈，你要我们这个机啊。啊，但是呢你一定要听听话，不要做坏事。明白吗？那个烧水机啊，什么饲料机啊，就不要。是啊，你千万别拿那个机，拿个机，你如果卖给客人吃，客人一反应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我跟郭大叔说好了，郭大叔，我以后所有的厂都得跟你拿机。啊。还赚大钱的。啊，一天赚五毛钱好多的，一天赚几倍再出去。对啊，他也赚钱嘛，大大赚钱，对不对？嗯，还赚你也赚是吧？我都跟他说，钱大大赚一点嘛，对不对哈？